校长答应各位同学，请大家不要再喧哗，校长会跟大家一起走过去。现在大家一起走。校长是不会讲话。我就请大家一起护送校长到校门口见罪名。我们理性的护送校长到大门口见社区的居民，请大家排成一列，陪着校长去见居民。请大家跟在我们的后面，没有，请大家从这边跟着我们来排成一排。对，请大家。你好，谢谢你来看我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王，我叫王长彪。王长彪，你听得懂我的话吗？我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，校长，谢谢你来，谢谢来看我。好，还有这边是，这边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。好，小心火锅，小心火锅。你好，老伯伯，你好，张啊，哎呀。我是小的，来，张伯伯，不要这样子，张伯伯，来，张伯伯，不要，张伯伯，你走，张伯伯，你走，好，坐下，今天我总希望更多，来，你走，你好，我也是绍兴南街的，你好，你可以听得懂我讲的吗？可以，好，坐着。来，老伯伯，来，有没有比较大的？我可以讲话的。可以，有，这边。啊。哎，老伯伯，你听我的话听得懂对不对？可以听得懂哈。听得懂啊，很重听，你们都可以听得懂。他讲一般的话，他就听得懂啊。啊。哎，谢谢你。你听得懂吗？哈。跟我们同学，各位不晓得，同学们坐下吧。我跟各位的背景，同学坐下。我跟各位的背景，同学们坐下。是一样，是的，你听得懂我的话，听得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的所有事情，我是完全理解，是感同身受。谢谢校长，因为我们的背景是相同。是的，我了解。哎，你听我讲话你就知道。对，我们小时候都是讲同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讲同样的。所以你们的事我都知道，是，因为我也是中间一部分子，是。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问题。我今天做了台大校长，我有国家的法律，对，啊，各位也知道的啊。你想我怎么可能不去来想办法来照顾弱势？我们是同源。但是我作为今天台大校长，我有国家法律要遵守，我有财产法，监察院，我们校务会议为了这件事，大家也讨论了很久，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。校务会在今年1月，各位也知道，得出这个结论是我必须要遵守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成立这个一个委员会，积极来想办法，因为要把我们后面的法律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克服，如果不克服法律化，将来是我们犯法，您知道，希望谅解，是因为法律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，要不然是我们犯法，我很痛苦。校务会的决议我必须要遵守，我有国家的法律，我必须要遵守。从小就住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要跟这些单位协调，来积极的来解决你们的问题。你要相信我，你必须要相信我，我在法律的从容范围之内，我必须要来解决各位的问题。你知道，我完全了解你们的情况，但是我有法律在我头上，所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来解决。
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，一定会有让各位满意的结果。但是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不走的话，我们也做不到那个地方。我们首先就犯法，我们就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，一定会照顾大家所有问题。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会解决各位的问题。但是这个法律的程序我必须要走完，不走完我犯法。我是啊，我有财产法各种法啊。校长，我要找警察来啊！违反大学自治。台大永远是坚持拒绝军警进入校园，这是我们从来的。只有当个人受到了危害，消防、救护，还有当外力干预到学校的正常运作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不是学校，不是学校，我们才能够请他来协助我们，请他们来协助我们。我们不是报名，不是报名，我们了解，请他来协助我们。那就是军警进入校园嘛。只有在我刚刚讲的个人受到危害，谁受到危害？为谁受到危害？消防的问题，昨天有火吗？救护，昨天谁倒下了？救护安全，还有外力导致校务运作的有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协调他进入校园作为必要的协助，必要的协助。校长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也说说话，我跟你完全一样，也是外省第二代，我家也是有同样的情况。好，谢谢校长进来看我，也谢谢这么多同学，这么多的媒体朋友来关心这件事情。那校长能够来这边，代表校长非常有诚意，我们也非常感谢。那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希望双方面能够在对等的情况之下进行协商。我相信校长还有总务长都很有诚意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居民不希望在被在害怕恐惧中跟学校进行协商，因为司法法律马上就要宣判，我们担心的是宣判之后我们败诉的不当得利，还有校长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校长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劳累你的身体，不好意思，我非常感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也不希望说另外一条人。台大那么有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大家有。全面撤告！全面撤告！谢谢各位同学。平等学生。绝食了吗？你也绝食了吗？校长，绝食了吗？全面撤告！等一下，